哟，继续系波子玩。喂，细水，即系其实系喂边水啊？边个啊？咁啊嘛？边个意思啊？其实就系我嘅朋友，我死去咗个朋友。嗱，咁你嘅 game 主要就讲咧，你喺间房入边咧就无意发现咗一个电话不停系咁响。咁系边个打嚟嘅咧？系啦，就系一个唔应该打嚟嘅人打嚟。咁啊，上一集咧我就完咗个 true ending， 跟住咧我发现咧我转咗第二个女人。呢、这个女人唔知系边一个，呢、这个系会唔会就系嗰个钟离咧吓？钟离系嘛？唔系钟离，灯离系咪 ？OK， 呢个会唔会就系灯离？我都唔系好清楚。不如我哋瞓一瞓觉先，睇下呢个系咩 N？ 呢个就系不想醒来嘅 N 系嘛？我想快啲迎接早晨，系左右唔同咗咯。OK， 同上一集，诶有封信，睇下封信先我哋。我、好寂寞啊！哇！边个写啲咁嘅信啊？突然之间俾个女人话我好寂寞啊！好寂寞难耐咪寂寞咯 ！Hi， 边个嚟噶呢个？哇！做咩啊？做咩个男人走入嚟一嘢拍咗个头啊？做咩事啊？我唔好明白喎、啊。诶、欸、诶，暖炉通向镜子嘅世界，吓、啊？听下电话先。喂，系咪钟离啊？嘛？哦，睇嚟我明啦。一开始，你系边位啊？啊，哦，呢个其实呢个世界就系俾阿钟离同埋俾阿和树，其实系咪和树啊？我哋应该系男仔嚟噶。系呢个似男仔定女仔啊？大家睇唔睇到啊？可能佢系和树啦吓，我讲我谂应该系啦，唔想睇，系啦，不如走啦好嘛？我想翻翻去啊，我想翻翻去中里嘅世界啊！逃离手机系 end free， 诶，啲字又翻翻嚟啦。喂，细水，而家你喺边度啊？等住我啦，我嚟接你啦，一齐行啦，咁啊，喂，又翻翻嚟呢间房啦。OK， 呢间爽皮嘅房，哇，有鬼火，系咪呢个就系通往另一个世界？点解啲火燃起嚟嘅？喂，我以为可以用呢个火炉，可以好似哈利波特咁样嚟啦！我哋去呢个三又二号月台啦，用呢一个传送嘅火把，唔系用呢个火炉，瞬间咁啊飞咗过去啦嘛，向世界出发。哇哇，喺电视又开咗。哇！喺嗰面镜系咁周围喐嚟喐去咁样吓，做乜啫？追我一笨，好好笑，好恐怖啊！我应该睇电视咧，不如睇下电视啦好嘛？我谂冇嚟啲嘢睇噶啦。咦？啊系啦，嗰啲日记我之前读过噶啦，因为同阿和树交往嘅一啲日记啦。OK， 好啦，呢啲就系、是、哦系啦，冇错啦。咁我哋应该系和树啦，我哋嘅女朋友就系登里啊。对唔住啊，原谅我啦。点解原谅？咪点解我哋做咗啲乜嘢对唔住佢嘅嘢咧？我哋好乞求一啲原谅，会唔会系我哋？会唔会定系登你想接我哋嘅时候俾车撞死咗咧？真系唔出奇。即系大家其实真系估紧呢一个内容究竟系发生紧咩事？诶，我吹咗啲灯会变成点啊？变咗蓝色嘅。Hello。我吹咗盏灯机，佢俾人打喎，虽然很痛，我咪俾阿灯你打，成件事好 get 系，啊有电视啊，睇下电视先 ，OK， 我咪灯你啊，诶唔系，呢个讲新闻喎，系啦，哦冇错啊，呢个新闻我记得啦，系啊，系讲紧呢个发生咗一个女子咧，俾架车压死咗嘅故事啊，即系撞死咗啦，呢个女子身负重伤，下午之后就被证实系不治死亡。应该就是登里啊，一个月前啊，系啊，登里一个月前已经死咗噶啦，但系和树系未死嘅，有好多血迹，有人敲紧门，我咪应该出去望下咧。Hello，OK，、okay, 佢嚟啦，佢嚟啦，阿登里嚟啦，登里，我。我试下说服啦，今次不如系啊，上次冇试过说服，定系调查房间咧，试下说服先。登你，我仲未死噶，我仲翻生噶，仲有未来可言噶。我爱你啊，所以
你都快啲成佛啦！阿登尼佢点样咧？听到呢啲信息之后，佢走埋嚟一嘢劈甩咗个头啊！Bad end 无法传达。OK， 系嘛？佢又敲，又过嚟敲个门。OK， 等我再开门先。又系阿登尼啊，迎接登尼嘅时候到啦，真系唔可以说服啦。上一次我哋上一集我哋系冇错达到咗呢个 true end 嘅，系因为我哋拥抱咗佢。我试下调查房间先。我喺度调查，面对住佢调查房间系咪？做咩佢？佢飘飘下噶嘛？即系我唔讲嘢得啦系嘛？过嚟搵我一笨，登你。点解你一直打电话过嚟啊？你咪冇交电话费啊？唔通系？咩事啊？我打俾边个咧？喂喂，登你听我讲啊！啊，喂，登你听电话？我未死噶，我仲翻山住噶，我仲活着噶，我仲有未来可言噶，我爱你啊，所以你都快啲成佛啦！即你快啲投胎做人啦，你唔好搞我啦，登你。咩意思呀？个头有冇甩咗啊？Bad end 打错电话咩事啊？点解打错电话会甩咗个头噶？我唔明白喎、啊，你已经死咗啦。OK， 再嚟个。今次系哦，嗱，今次我仲唔系真理，今次我系真理啦啩，系暖炉啊嗱。嗱，我系真理，窗帘拉上咗，窗帘拉上咗。我咪净系可以听电话咧，噼啪俾人偷袭，俾边个偷袭啊？唔系好 get 到喎，乜突然间一出嚟就俾人偷袭噶？哇，又甩晒又烂晒咁，成间屋想点啊？点住得人噶？难得嘅酒被人糟蹋咗，瞓一瞓觉先得系嘛？登你唔好再出去接呢啲咁嘅坏男朋友啦，唔好坐啊！定系其实而家我系活住喺呢个，应该睇信定听电话咧？我一睇过一次信嘅喎，咪睇信之后死咗咧？如果我吹灯会点咧？咩声啊？系咪吊颈嘅声音啊？痛苦。我又入嚟啦，不如又试下真系听电话会点咧？做咩啊？钟声响起，归家的信号啊！我哋望下钟先。啊，呢间房原本有钟嘅咩？佢咁讲，我唔知啊。咁我应该做啲咩好咧？我又唔想睇书，又唔想睇电视，又唔做得呢样，唔做得嗰样，不如走啦好嘛？如果阿登你走会点咧？我哋走啦，登你。我唔想喺间房度啫，只系冇啲特别嘅 end 嘅。再睇下先。我真系反而想睇下阿登你，如果遇到阿和树会点样咧？试下听下个电话先。Hello， 喂喂。哦，系和树打嚟喎。登你啊，听我讲啊，我未死噶，我仲活住噶，我仲有未来可言噶。我爱你啊，所以你都快啲成佛啦，你快啲投胎啦。佢我又吓、啊，你讲乜嘢啊？你讲咩意思啊？你讲紧乜嘢啊？做咩啊？哦，我知啦，呢、這个时候阿和鼠应该死咗啦，爆头，佢打错电话。喂，登你？多咗行嘢喎，睇嚟呢一个。相反嘅世界睇嚟都亦都有个逐渐咁唔同咗啊！我唔应该饮酒嘅，对不起，我系唔应该饮酒嘅，饮错咗。我今次反而唔同咗、啊，今次我见到阿和树嘅幽灵、啊，仲有一个黑色嘅熊仔添，即系上集我哋见到系红色嘅熊仔噶嘛，而家变咗黑色嘅熊仔。咁我应该点样呢？我咪应该又系等阿和树过嚟敲门，跟住我过去拥抱佢呢？我觉得都系咁噶。依有电视机，我哋望下电视机先。
啲咩电视啊？呢个系今日嘅新闻，琴日朝头早就发生咗一个男子遭到架车撞嘅事故，身负重伤，下午喺医院不治死亡。系，跟其实系反而系真系直接调转咗180度咁调转咗啫，系嘛？其实冇分别嘅系嘛？而家只不过主角系阿登里，跟住翻嚟揾我嗰个系和树。但系唔同咯，我系开唔到窗帘噶咯，冇搞错啊！如果我开窗帘，我都系睇下，应该有裸男睇噶嘛，系咪先？既然都调翻转咗啲嘢，有冇裸男睇？哇！跌咗个酒樽，好惊惊啊！吓得我啊！我要走先，兜个圈，系咁兜圈我哋喺呢间房系咁兜圈，睇下啲咩发生。Hello， 个火炉自己着咗啦。点解啲火会？你话点解啊？我都唔知点解，啲火自己熄嘅，唔系自己着嘅。OK。我哋行下先，除咗火之外，应该带啲嘢嘅。暂时未知，我未知我掂到啲咩机关，就系知佢着咗啲火啫。佢有团火嚟噶，阿和树有团火嚟噶，嗒嗒嗒，我哋不如走啦，我咪。啊！佢追住我喎，只熊仔。有活着的气息，你又不让我走，你想我怎样？又不可以看电视，又没有电话打来，又不可以睡觉，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做什么。算了，我走了，我不理你了。他的头断了，不想在房间里面。好了，头是真的断了，这次不同了，头跌下来。但有咩分别呢？有电话打嚟啊！我听电话先，系咪和树打嚟？和树，之前个电话系咪和树啊？呢种嘢都系停手啦，咁样对我哋都唔好噶。啊？即系其实系和树死前难打喎，而家变咗系。啊，系个世界调转咗嘛，系咪？佢死前难打，佢唔应我，佢唔出声，不会停止。系佢对我嘅爱系唔会停止噶嘛？依多咗个等字咁啱，咩墩墩啊？啊！死人头啊！你想吓边个啊？师姐表吓，我再听电话，再听电话。头先应该系和树嚟嘅，和树红卜卜啊！佢系系嘛？到底想我点样啊？和树，打开咗本书，望下先。哎哟，今次就系。后日就系同阿登你交往嘅6周年啦 ，OK， 就想整啲最中意嘅料理嚟招待我啦，我哋好开心噶啦。我听日要出差，咦，咪即系同阿之前系一样，系咯，一样啫。佢都系想我去，佢都系想去机场接我。对唔住啊，和叔，系可能系因为佢想去机场接我，然后俾人车死咗。但其实关我哋咩事咧？应该揾系应该揾个司机，唔系应该揾我咯。OK， 几牙晕啊！应该揾个司机，唔系应该揾我。OK， 因为个公仔唔同咗啦，个头边个绿色嘅？哦，唔系跌落嚟啫。咁啊，仲有啲咩做啊？哇！呢下啊，佢又打你咧，阿和树又打你啦。Hello， 你想点啊，和树？有封信喎，望下先。Hello。听日我去接你啊！我和树咁讲。OK， 预告好啦，咁应该同上一集其实差唔多啊，只不过系男同女调转咗啫。系啊，系，但我觉得系恐怖过上一集。你知啦，因为男人死前烂打系真系好恐怖啊！我佢开敲门啊佢。啊，嚟啦！嚟啦！究竟和树系点个样嘅咧？哇，睇下佢个靓仔样先。有咩爹？有咩爹？和树，我嚟尖叫。登你系咪登你啊？咦，好似唔同咗 ending 喎，系咪啊？咦，唔系喎。阿登你，快伸只手出嚟啊！快啲过嚟啊！和树。你在哪啊？他
吓，睇嚟灯你系见唔到和树噶。哦哦 ，Fat Ant 点解要拒绝？我冇拒绝啦，好嘛？跟住再嚟个，有冇第二个 Ant 啊？再嚟个 ，Come on， 弹出嚟啦！我咧遇到你，差唔多弹个头出嚟啦，嚟啊！吓我一笨，佢又敲门啦，佢敲门啦，我哋开门 OK。和树欢迎光临，你好啊！停手啊，和树，我咪要走咧，冇分别喎个 ending。登你系咪登你啊？系啦，佢嚟啦，佢嚟啦，系咪可以走啊？试下逃走先，伸手出嚟，快啲过嚟，我坐你傻啊！和树，你喺边度啊？走啊！我走啊，梗系我坐你傻啊！过嚟一笨，追我啊！过嚟啊！过嚟追我啊！傻仔，追我吧！哇，阿和树啊，真系红卜卜啊！而家啊，红卜卜，红卜卜的和树，我走佬啦，拜拜！我走唔到嘅喂 ，hello， 我走唔到啊！救命啊！我出唔到去啊！喂，救命啊！我点做好啊？好惊，唔知做咩好添。睇电视？唔系啊，睇个火炉。诶，快啲！捉住隻手，吓系咪和树啊？系咪真系你啊？快啲啊！吓、啊，即系佢喺个火炉度哦。吓、啊，另一个恋人吓吓。OK， 我 get 到啦。OK， 我明啦。即系其实嗰个火炉咧，其实系又系转换翻角色，变翻阿和树嘅一个方法。OK。系啦，呢度写住啦，个路系通往呢个镜子嘅世界，即系系表面嘅世界同埋一个里面嘅世界，即系一个实质嘅世界就系其实系阿灯女系死咗嘅，咁阿和雪其实系再生嘅，咁呢个镜子嘅世界就系调翻转头啦，系啦，冇错啦。咁今集嘅时间差唔多啦，冇错。虽然我电话系好烦，咁我容许我继续讲翻个 end 先啦。咁啊，如果大家继续中意玩，唔系中意玩，大家继续中意睇波子玩。即系当然，大家想玩都得嘅。OK， 我俾翻个下载 link 俾大家玩。OK， 如果大家中意喺波子玩 RPG game， 记得 like、subscribe 或者系介绍大家想波子玩嘅 RPG game 啦。咁我哋下一集再见啦。OK， 波子打波子机，拜拜。你好烦啊，删下个电话掣好唔好啊？边个话教震机唔烦噶 ？Shut up the phone please。细胞分裂症系啊，而家我哋好正啊呢、這个伤。裸女，声明。喂 ，N 三十，我又下降护住阿。